来，请看。来。然后还滴钻。对，这门牙都是。哦，这卖的挺多的。没有，之前对来说比之前好很多了。现在的话，就比如说面包呀、蜜桃那些，这两天到竹笋呀、海苔呀之类的，但是干活还是比较买这些，然后干活回来累了就是。现在农忙季节是不是？对。这个面包也卖完了是吧？对。那面包也卖的差不多了，挺好的。这一两个月你也做的比较优秀，做的太好了，这也是我想看到的。其实我心里面真的很欣慰，真的很开心。然后来，阿婷，这个就是先给你拿着一个月的工作，行吗？什么呀，工资不用给了吗？你去。这东西不用，不是一码归一码。我先把东西卖完了。一码归一码，你拿着，你先放，你拿着，拿着一码归一码。你这样子可能都亏钱了，我们先把那些卖了的全部清点出来了，我们再说好不好？没事，一码归一码，清点了之前卖的，你就把它记在那里，记在账上就行了，好吧？那个记在账上，然后我给你说了的，每个月工资我也是奉献在手上，可以的，这个好好的加油，好不好？我相信你，我相信我不会看错人的。真的，好好的加油，是吧？谢谢大哥。哦，这是真的，这是你自己努力，也是你优秀，你有上进心，你才能够拥有到现在的，走到现在的这个样子。真的，这是也是我们所有的粉丝朋友们，真的都想看到的，他们也想看到你自信，他们也想看到你慢慢的变好、变优秀，去帮助我们一起。去帮助，去这样子去帮助更多的人，真的，加油吧，阿婷，来，通个拳，来，啊，加油，好好的煮家里面，快吃，饭就不用吃了吧，这些饭呢，那要减肥了，这些再补一点吧。那是对他无言的伤。你要给我做饭吃？谁呀？You're chilling with the rain. Yes, I'm gonna butterfly.